抓这一个。道德是不能努力死的，这是我们要赚钱的工具，所以是不能努力死。全部只让拍神写啊，对，应该先给他们看些啊。全部只让拍神写，然后用 C 口的 C 口来删。以及我们的那个 QT Designer 4去做出来啊，那个 DD 就是希波赖山做的，Python 呢，我用 Nano 写，然后点 UI 档就是那个 PYQT 4去弄出来的 ，QT Designer 弄出来的，触控屏幕5寸的，I'm setting calibration， monitor，data log， 这个就是 QT，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。SQLite， 然后 Python 去把那个资料捞出来，再把它存成点 log 档。Service mode。